林香人调蜜酱的时候了 ，OK， 今天要聊怎么追女生，但前提是那个女生不能是个田径选手，不然你怎么追都追不到啊，你脚会很酸，像柠檬一样。虽然说我本身也是个失败的例子，我就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浅见，这一台不错吧？那么其实在追女生最重要的开始，你不能马上先底裤，讲错了，是先底牌，你要有一种神秘感，很神秘，半张脸视力检查的那种啊、哦，就从网络聊天说起，你要严谨。哎，身份证拿出来，林姐，身份证拿出来，那个灯都打开，身份证。哦，去夜店最怕遇到这种事情。一般的开头我们都讲什么？嗨，非常的重要。这一句就表达了你的审慎、严肃跟认真，好不好？郑重要嗨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。但嗨，我们要怎么让它有一种神秘感？后面要加个问号，嗨问号，哇，这时候女生就会想，哎，她到底是怎样？她到底要干嘛？嗨到底是怎么样？她到底要嗨呀？要干嘛？她有很多的问号，她有很多的疑惑。好的，女生不知道你在变什么把戏，她鼓起勇气的回答你一声嗨。恭喜你们在初步的想法上面有了交集，满十点就换一杯大冰拿，证明了她不讨厌你。接下来就念一段咒语，这一段咒语非常的重要，我希望你把它背起来，就直接这样回给他：拉布拉当哇气此方，拉布拉当哇气此方。哇，女生直接傻眼，猫咪啊，哇的发薪水啊，肯定听不懂，嘀拱哈，拱嘀嘀拱哈。这时候展现出你的男子气概，邀请他跟你慢慢的重复念一遍：拉布拉。拉布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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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拉布拉，要不要？嘿，要不要？就请他自己念出要不要。接下来是当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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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我，拉布拉当哇，要不要跟我？最后三个字，七尺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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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其实这两个句子是很像的，但是你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表达的时候，它就有产生出一种趣味感出来。当他慢慢跟你这样念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他自己讲出这句话来：要不要跟我去吃饭？当然好。透过这样神秘的过程，他就必须拼凑出你完整的样貌，他就有遐想空间。这就是通往幸福的门。我们谢谢。今天的笑话是只会讲英语的杀手，银翼杀手。